这个鼻喉的刻骨吼，这个是咱鼻喉的较特殊的文化吼。啊，刻骨主要就是要求这个平安啊，希望咱国家会当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那么最近呢，我们这个乞龟文化也深入到大陆的泉州，我想呢也是一样，祈求两岸和平。那么也希望呢，由乞龟啊跟观光把它联合起来，带动澎湖的观光。也欢迎大家呢来鼻喉刻骨哦，啊，让咱这个。家家拢会平安。